车呢，现在处在自动驾驶状态。你看，这我旁边这个尾号，它没有动那个方向盘，它就是在自动在。看起来，自动驾驶正在迅速的从科学幻想走向大家的身边。袁老师，能给我们讲讲自动驾驶吗？我不是自动驾驶的专家，不过我对这个领域也很感兴趣。最近读一些资料，以及请教了一些专家，在这里就跟大家交流一下，也欢迎内行专家多多指教。提到自动驾驶啊，人们经常把它理解为汽车自己开，不需要人工操作。这个领域的名称呢，也有自动驾驶、无人驾驶、汽车自动化、无人汽车等多种说法，混成一锅粥。但如果严格的说啊，无人驾驶只是自动驾驶的高级阶段，目前还没有一款向公众出售的量产车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而很多已经在使用的辅助驾驶装置倒可以归入自动驾驶。你应该把自动驾驶理解为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完全没有自动化到完全的自动化。将来的汽车啊，可能绝大部分都带有各种程度的自动驾驶功能。大家无论是对技术本身感兴趣，还是仅仅为了买车的时候知道自己在买什么，了解这个领域都是很有利益的。首先你应该知道，自动驾驶是有国际标准的，制定这个标准组织啊，叫做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 SAE International。 SAE 是 Society of Automotive Engineers 的缩写。你也许会感到自动机这个名称很特别啊，其实呢，这个学会最初叫做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后来呢，有一个会员 Amos Perry 发明了Automotive 这个词，它分别取自希腊语 autos 自己和拉丁语 motivus 运动，代表任何形式的可自行提供动力的机械装置，就是自动机。这个学会呢，由此从汽车工程师升级为自动机工程师，从美国升级为国际，现在在全世界都有重要影响。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把自动驾驶分为了六个等级。最低级的 L0 是完全没有自动化，即使有些警报装置，例如啊，警告你跟前车跟得太近了，只要系统不能直接操作汽车的速度或者方向，都算 L0。 最高级的 L5 是完全的自动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需要人工干预，这辆车呢是一目了然的，因为连方向盘和脚踏板都没有，你想干预都没法干预啊。在严格意义上，只有这一级别的自动驾驶才称得上无人驾驶。最低和最高的这两个级别啊，是容易理解的。有趣的是那四个中间级别，大多数人啊，可能都难以分清他们，即使看过一些定义和说明，也容易搅成一团乱麻。我原来也是一脸黑人问号，做了不少调研之后呢，终于明白一些要点了。基本的一个要点是，真正的突变发生在第二级和第三级之间。哪怕你忘记了我们这期节目的大部分内容，只要记得这一点，你对自动驾驶的了解啊，就已经超过大多数人了。下面让我们来解释一下第一级到第四级的具体含义。第一级 L1， 人和系统分享对汽车的控制，系统可能控制方向，也就是转向，也可能控制速度，就是加速或者减速，但是不能同时控制方向和速度，人在任何时候都要把手放在方向盘上，自适应巡航、泊车辅助和车道保持都属于 L1 的典型技术。哎，来出一道思考题，定速巡航属于什么级别啊？回答是定速巡航属于 L0， 因为它不改变速度。自适应巡航跟定速巡航的区别在于啊，可以自动跟随前车减速和加速。第二级 L2， 系统可以完全控制汽车，也就是说啊，可以同时控制方向和速度。这样看来啊，
人似乎已经可以把手离开方向盘了。回答是只能短暂的离开几秒，喝口水什么的。第二级的自动驾驶仍然要求人一直注意观察环境，绝大部分时间里边都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在出现系统不能处理的情况时候及时的接管。这个提醒可不是随随便便的啊。自动驾驶汽车上市以来已经出现了若干起的伤亡事件，其中有不少啊，就是因为司机过于相信所谓自动驾驶系统，走神儿干别的事情去了，刷手机发短信之类的。例如啊，在特斯拉发生了伤亡事故之后呢，许多的特斯拉用户都批评特斯拉的宣传过度夸大了自动驾驶的程度，特斯拉呢也从此就把宣传中的自动驾驶改称为自动辅助驾驶。目前啊，公众在市场上能够买到的最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就是第二级。再来看第三级 L3， 这时候本质的变化来了，在某些场景下人可以把注意力移开，把驾驶任务完全交给系统，也就是说啊，人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刷手机看电影等等，不过啊，不能离开驾驶座，也不能打瞌睡。系统会预测什么时候这种自动驾驶状态需要结束，到时呢会以从声音到震动的各种形式逐渐提醒用户收回控制。你如果始终不听呢，那么系统会认为你已经昏迷了或者死亡了，会自动的把车停下并且报警。某些品牌推出一个新功能交通堵塞向导，它就可以作为一个第三级的例子。这项功能使用的条件是在堵车的高速公路上时速低于60公里，而且呢高速公路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在这些前提下，你在堵车的时候就可以把驾驶完全交给汽车，自己干些其他事情。一个有趣的评论就是，自动汽车的附加值不在于它的自我驾驶，而在于当它自我驾驶的时候你能做的其他事情。不过啊，各国的法律还没有允许交通堵塞向导这个功能上市，因此啊，市面上并没有第三级的自动驾驶，你能够买到的最高的级别还是第二级。那再来看第四级 L4， 在一些场景内人可以把驾驶任务完全交给系统，跟第三级的区别在哪儿呢？在于你可以去睡觉或者离开驾驶席，也就是说啊，系统不把人作为应急时的安全后备，系统自己就能搞定这些场景下的所有的挑战。那么第四级跟最高的第五级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第四级的无人驾驶啊，只是在特定场景内实现的，例如游乐场。除了这些场景啊，还是需要人来开，人如果不接管的话，系统就会自动停车了。而第五级要求的是在任何合理的场景下都能驾驶，凡是人类驾驶员能够到达的地方，机器都能到达。了解了这些理论知识以后，现在就可以增加一些感性认识了。我的朋友王涛是威马汽车电子控制开发高级经理，不久前他邀请我们在四川绵阳进行了一次自动驾驶的体验。哎，袁老师，为什么是在绵阳啊？其实呢，熟悉历史人都知道，绵阳在中国的科技史和工业史上有重要地位。我们在讲鱼米和氢弹的时候啊，许多观众都提到一个神奇的机构，叫做九院，它是中国核武器重要的研发和生产基地。九院就位于绵阳啊。在三线建设的时代，绵阳也是重点建设地区。现在除了核工业之外，绵阳还有很多科技设施，例如亚洲最大的风洞群。因此啊，绵阳有个称号，中国科技城。它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中国唯一的科技城。在这样的背景下，绵阳对于像自动驾驶这样的新兴科技支持不支持呢？当然是非常支持的啦。Living Point 是一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一个名称，它是特有的高级智能驾驶驾教练对试驾的一些注意。走，袁老师，这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那款车。嗯、我走过来，嗯，自动解锁了。哦，您还是啥都没按是吧？对，我就可以。这蛮有意思的。拿车。
大家好，我叫王涛，从事自动驾驶工作已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了。很高兴来到袁老师的节目，非常荣幸。自动驾驶的话，命名我们还是要注意，其实我们叫自动驾驶辅助，整个行业它有很多技术路线，有直接上 L5、有从那个 L1、L2、L3 一步一步往上走，其实就是 Waymo 那种，就是直接上这个，对， Waymo 就是直接 L5、对，这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而我们的技术路线的话，我们还是从 L1、L2、L3 这样有一个比较稳健的方法，去实现这个自动驾驶。目前我们已达到 L2 级别。那袁老师，您的实际体验感觉怎么样呢？我虽然开过车，不过为了大家的安全，试驾还是请王涛来开了。上车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这是要用这个屏幕来导航吗？对。它这个屏幕很有意思，它这个车开动之后就变成竖的，然后停下来的时候会变成横的，横的你可以用来放电影之类的。对，因为我们为了安全嘛，就是在那个行驶的时候，允许横着那个语言模式。那试驾场地离这有多远？它就是一段那个路，就是那个正常的路。那么你们在这儿测试是已经取得了这个绵阳当地政府的许可是吧？对，这条试驾路线我们是经过备案的。那请问这个自动驾驶的模式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进入呢？像现在这种工况，就是两边的道路线比较清晰，环境也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会进入自动驾驶模式。现在我们已经是进入自动驾驶模式。那既然您的手总是在方向盘上，那怎么知道现在是不是在自动驾驶状态呢？因为车辆它跟线行驶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微调的过程，这个微调会反馈到方向盘上，就是它会给你一个离的反馈，你会感受到它在那个控制这辆车，对，这是手上的感觉。是的，像现在我可以把手稍微放开一点，你看它方向盘，方向盘自己在转，对，你看现在它会这个弯也比较明显，是的，是的，它会现在跟着方向盘转，现在跟着这个道路的那个曲度，现在能看出来这道路是弯的，但是这个半径还比较大，所以它就提醒我，你手必须放回方向盘。这个声音是这意思，对，那它能够允许你的手离开方向盘多长时间？最多15秒。OK。但是我们要求，一般是最好是这样放上去，其实你会很舒服的放上去，手搭在上面，保持一个监管，就行了。通常这个弯度比较大，因为超出了我们的那个，半径，我们最大的话半径不能少于250米，250米，这个对于用户来说，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这个培养出来这个感觉，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用它。对。说我们适用的场景，现在还是在限定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已经开放的场景，我们已经要求的场景，就是我们允许用的场景，其实我觉得体验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们下一步，可惜就是太少是吧？这个、对，我们下一步要开放更多的场景，让大家在更多的场景下体验到这样的方便。这个弯可以看一下，什么弯？就是这样弯，你就可以看到方向盘它的一个转动。刚才稍微下午动了一下。现在这个速度是46。你会感受到明显，我们就开始提速。这加速是自动的。对，自动的，这不错。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功能，我们同时都控制了油门、刹车，还有我们的方向。所以说纵向和横向我们是同时控制，有融合。这种功能它是已经达到 L2 级的。整个过程过来，我是踩了两脚刹车。所以说 L2 它是减轻我们驾驶负担，但是它的安全还是由人为主导，是的，人来控制。前面一直都是一个比较低速的行驶，现在我们终于进入高速公路了。刚才这时候嘟嘟是表示又进入这个对，我们已经检测到车道线了，我现在是跟着车道线，然后方向盘现在是在自动转弯，但是这个幅度很小，因为高速公路这个弯肯定是很。半径是很大的，其实现在也是一直都是在处于那个系统自动驾驶的一个过程，然后手其实我也只是搭在上面，然后我放在上面保持接管就行了，整个那个过程下来，其实我们是不用去踩一脚刹车的。好，你看我们现在发现前面有辆车，然后我们会慢慢的接近它，
比如说它现在识别到前面那辆车吗？现在还没有，因为现在还比较远，而且它那个是一个弯道上。这个时候比如说你现在走神了是吧，如果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它自动减速了，它会自动减速。好，减速了，检测到它了，已经减到80了。好，我就现在就是跟着它慢慢走了。如果你不超车的话，我们就会一直跟着它行驶。一般的现在可以量产方案就是用那个毫米波雷达加摄像头的，我们怎么去把它给融合起来？这个是需要一定的算法，也需要的一定的经验。我们怎么把它融合好？同时怎么和让这些数据和我们的车的其他系统，比如说我的制动系统，我的那个驱动系统，我的那个 VCU， 我怎么去把这些东西数据然后和谐统一？这是我们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点。就是当前的这个技术瓶颈，实际上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是吧？对，瓶颈的话，其实各个方面都有。除了我们数据融合算法的一个，除了我们从整车的协调，包括现有的传感器感知系统，还有我们整个处理系统，我们的计算系统，因为我们数据大了之后对我们的处理能力要求也非常高，这些其实各有各的瓶颈，只有每一个环节它都有一定的发展，都有更新的技术，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融合起来我们才会不断地提升我们的那个自动驾驶等级。感谢威马的试驾体验，让我们对第二级的自动驾驶有了感性的了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离完全的无人驾驶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即使是现在这 L2 的自动驾驶，对用户啊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方便了。开车会逐渐减轻负担的一面，增加乐趣的一面。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强调，第二级自动驾驶只是对人的辅助，最终的责任还是落在人的身上的。我们的试驾是专业人员操作，为了更好的演示，双手才有时脱离方向盘的，绝不意味着用户可以随便脱手。我在调研自动驾驶的资料时候啊，看到一种所谓的发明，叫做自动向导伙伴 Autopilot Buddy， 这是一个有磁性的皮套子，作用啊是套在特斯拉汽车的方向盘上，欺骗系统，让他以为你的手一直在方向盘上，让你可以一直使用自动驾驶模式，所谓享受自动驾驶的乐趣。这东西售价179美元，这令我非常愤怒，这种杀人的东西居然还要售价。这就像那种插在安全带卡扣中的插销，欺骗系统，让它不发出安全带未熄的警告，属于我最深恶痛绝的发明。就是我们经常在车上能见到的那种安全带插片。没错啊，司机还经常好心地说安全带不用系了。令我愤怒的是，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所谓发明啊，又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买家啊。这里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用这种欺骗系统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的东西。好，那袁老师，我们自动驾驶第二季以后会怎么发展呢？是的，这也是我想问的。王涛的回答是，无人驾驶的话，除了车本身自己的感知，包括我们的毫米波雷达的提升，甚至我们的激光雷达的提升，我们的视觉算法以及视觉提取的提升，这些车本身的一个感知，它是要达到很高的一个级别以及很高的可靠度。第二个就是我们车端的处理能力，我们要达到一个高级别的，因为现在很多用说已经到 L5， 其实它放一个工控机在后面，对它的那个能耗散热，在量产车上是不允许的。我们体积，我们要把那么大的计算量放到很小的一个芯片里面，放到一个很小的一个控制器里面，这是硬件能力方面。还有我们软件方面，包括我们的深度学习，我们的 AI 算法，我们怎么去把那么多信息把它融合起来，探测到我的环境，怎么去决策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因为自动驾驶可能人大家最想看到的一个就是它的驾驶习惯，我们的人是一样的，我人是怎么开的，它是怎么开的，这是车端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环境的，现在有的实验路线就是高精度地图，是的，那地图它的更新频率，
现在我们的地图可能它的更新可能是一周或者说一天更一次，嗯，但到自动驾驶远远不够，我们可能要到秒级的更新。OK， 一天更一次都太慢了。啊，包括我们的定位精度，嗯，对我们整个我们不叫 GPS， 我们叫定位系统，我们中国有北斗，是的，它的定位精度现在民用十米，没错，那我们要实现自动驾驶，它的定位精度可能要达到厘米级。是的，是的，加上地基增强之后，有希望达到厘米级。现在大力发展的5G， 嗯，就每个环节每一个部分，它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当然还有这个社会层面，法规层面允不允许，这些推动也是整个行业都要去做的事情。目标自动驾驶的终极目标，我认为还是实现一个完全无人驾驶。但是是不是所有大家的东西都是一样？实现全域的无人驾驶，我认为在可能每一个细分行业，每一个细分的区域，它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化。最终驱动力还是需求。现在的道路、交通信号等基础设施啊，是为了人工驾驶设计的。而对于自动驾驶来说呢，这些系统并不见得方便。例如啊，红绿灯对自动驾驶来说啊，就不容易识别。因此呢，有人在研究基础设施的改造，例如啊，用车联网和电子信号控制车辆的通行。在这些改造完成之后，交通环境对于现代人来说啊，可能变得面目全非，而对自动驾驶来说呢，才获得了真正的发展空间。在这个过程中啊，许多其他领域的技术都会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导航定位。我们以前说过，依靠天上的卫星、北斗和 GPS 的精度能够达到十米，这样的精度啊，只能让你知道哪辆车在哪条路上，不知道在哪条车道上。对于自动驾驶来说啊，远远不够。加上地基增强系统以后呢，北斗就有望达到厘米级的分辨率，这个时候啊，就能帮上很大的忙了。又如 5G 通信，我们说过啊， 5G 有三大应用场景，其中之一呢，就叫做超高精度、超低时延。最典型的就是车联网。哎，车为什么要联网啊？对于人工驾驶来说啊，联网的好处只能说是聊胜于无。而对于自动驾驶来说呢，联网就变成自然而然的要求了。车联网能够极大的改善汽车之间的协调，提高通行效率。例如啊，有这样一个研究，美国的高速公路当前的通行能力啊，是每条车道每小时2200辆车，车辆之间的距离呢，需要有40到50米。如果汽车是自动驾驶的，通行能力就渴望增加到每车道每小时8200辆车。而如果这些车是完全联网的，通行能力就渴望增加到每车道每小时12000辆车。车辆之间的距离减少到只有6米。那你想想看，这是怎样一幅密密麻麻的景象啊？汽车以120公里的时速运动，间距呢却只有6米，那如果有事儿，反应时间要短到什么程度啊？你明白为什么需要超低时延了吧？有些人认为 5G 没用，因为没有真正的应用场景。对此呢，我们只能说，请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要刻舟求剑。最近啊，工信部的部长苗圩说了这样一段，这里头特别值得一提的呢，就是这个车联网。将来在我们的这个路网上面呢，也要进行数字化、信息化的这个改造。将来的红绿灯呢，不光发出红绿黄这三个颜色信号，也同时发出一个5G 的，使用5G 技术的无线的这个信号。将来在智能网联汽车上面，也都可以通过传感器呢，能够接收到这个无线的信号，构建起一个车、路、人互相连通的这么一个整个大的网络体系。由此可见啊，自动驾驶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技术，而是跟道路智能化、导航定位、5G、AI 等等技术共同组成一个生态，共同把人类推向智能时代。将来啊，如果能够实现高度的自动驾驶，那么社会效益将是巨大的。例如啊，在安全性方面，现在大多数的车祸来自人的因素，自动驾驶有可能大幅度的降低事故率。有不少专家畅想啊，将来也许人工驾驶会被禁止或者变成奢侈品，因为它不安全嘛。
这个话题啊，可能引出不少伦理学的讨论。例如啊，你是更信任人类还是更信任机器啊？又例如这样的经典问题：一辆来不及刹车的无人车，如果按照原路线行驶，会压死五个被绑住的人；而如果拐到另一条道上，会压死一个行人。请问该不该转向啊？但是呢，自动驾驶啊，现在的发展程度还远远不到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而且啊，更加值得反思的是，这些是专门针对无人驾驶的问题吗？并不是吧，这是普遍的伦理问题，即使对于人工驾驶也是一样的。还有人提议啊，在自动驾驶的汽车内设置一种人工智能，学习主人的价值观，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按照他的价值观来行事。因此啊，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形而上的思辨耽误技术发展的步伐。你好歹现在技术层面上做到了无人驾驶，讨论才有价值嘛。然后有一点令我十分感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自动驾驶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许多人可能会回答是90年代或者80年代，但实际上啊，最早的可以称得上自动驾驶的研究啊，能够追溯到1925年。没错啊，在1925年，汽车还没发明多久呢，人类就已经开始探索自动驾驶了。那一年啊，美国发明家胡迪纳在一辆汽车上装了一架发射天线，用天线的信号来操纵跟在他后面的第二辆汽车。他在纽约街头公开展示他的发明，一辆叫做美国奇迹 American Wonder 的无人驾驶汽车招摇过市，引起了公众的轰动。现在看来啊，在另一辆汽车引导下实现无人驾驶当然不是我们最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啊。从1925年到现在，自动驾驶的研究路线也发生了若干次变化，许多科学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约翰麦肯锡。但是呢，最大的震撼在于当时中国在干什么。当时中国还处于军阀混战之中，不要说研究自动驾驶了，连普通汽车都不会研究啊，不要说研究了，连制造都不见得会啊。我在绵阳住的宾馆附近呢，就有抗日名将宋哲元将军的墓。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时候啊，宋哲元是华北防务的负责人，他的部队开启了8年抗战的序幕。宋哲元1940年在绵阳郁郁而终，年仅56岁。经过百年的艰苦奋斗，现在中国终于保证了国家安全，并且科技水平接近世界前沿了。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现在普遍对新技术的态度是积极的，对未来是乐观的，积极拥抱变化，积极推动变化，就是我们对中国发展自动驾驶寄予期望的理由。小时候家里穷嘛，嗯，也没有，很小也没有坐过汽车，更没有开过汽车，嗯，就一直对汽车很感兴趣，嗯，这个行业我觉得我是喜欢的，而且做这个行业的这个技术，嗯，也是我希望的，嗯，当然有人说中国的汽车，那么多年了，嗯，也很艰难，包括自主品牌，嗯，我们中国的汽车，嗯，也在进行不断的探索，但是现在目前也有很多困难，嗯，但是从个人来讲哈，因为中国嘛，当时袁老师节目有一期我也看过，袁老师说的，谢谢，嗯，中国什么方面都要和别人比，是是，那个互联网要和美国比，嗯，那个机械要和德国比，但是汽车工业它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像我中国这样那么大一个国家，汽车工业强，工业一定强，是的，是的，所以说如果汽车我们搞不好的话，其实中国的工业也是存在一定难度。是，我是看到过这样一个统计，就是说这个汽车业先进国家一定是发达国家，但是反之则不然。当然我从事这个整个汽车工业里面很小的一块，从事自动驾驶这一块，但是我也希望我的这些工作带来的一些成果，我的努力能给中国汽车的一些发展提供一些助力，这有一点就好了。嗯，在绵阳，我还探访了一些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工厂。在中国全力备战的时候，他们曾被作为这个国家科技制造能力的重点储备。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当年辉煌的工厂逐渐发挥完了自己的作用，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发展从没有停止。新的科技企业不断涌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以及我们每个人。最后，我祝大家安全地享受自动驾驶的乐趣，祝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奋斗推动人类前进。